那接下来四组情侣将通过抽签的方式来选取他们的心跳约会项目。首先有请第一组年龄差情侣陈凯和秦时月来抽取你们的项目，很是期待哦。他们会抽到什么样的项目呢？旋转木马。旋转木马真的是太刺激了。快倒盘，祝你们好运。过山车，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刺激的项目了哈。好，第四组身高差情侣叶抒微贝耳朵，他们又会抽到什么样的项目呢？拭目以待哈。是什么？鬼屋。哎，鬼屋，看你这么兴奋，你不害怕吗？我不怕，我没去过，我就好奇。真的是不忍心告诉他哈，这个古墓主题的鬼屋啊，是整个游乐园惊叫指数最高的项目了。好，那么现在有请我们四组情侣分别出发，去完成他们的心跳约会环节。好，出发吧。你真的不害怕吗？这有什么好害怕的？我平时鬼片看太多了，这种东西对于我来说就是小意思。给几对情侣分别出了几道题，答案呢就隐藏在他们的约会项目中，究竟他们能否顺利完成任务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你不怕呀？啊，你说等会儿会不会有什么机关什么的，突然一下子，就到时候别把人机关弄坏了，到时候都是。跟着我走。别乱跑，话别说那么多，自己吓自己。的狗粮已到，请查收。老夫的少女心啊，窒息！求同款男朋友，求同款男朋友！我也想要个这样帅高的男朋友。现在后台数据怎么样？主画面一直切的第四组，他们数据还不错，叶大神吸粉力超强的。好，那就让摄像师稳一点，多跟紧他们，然后主画面都给他们吧。安全了吧？哎，给我跑死了都！我鞋呢？我鞋给跑没了，鞋不在了，我鞋跑丢了。等着。真的很麻烦。
泻药。你听，这不已经安全了吗？我怎么感觉还有鬼呢？怎么是你呀？我被黑白无常堵住了。走吧。惊心动魄的约会终于是结束了哈，不过到底能不能真正的结束呢，还要看两位的表现哦。就是在你们进去之前啊，我们给你们出了三道题目，如果回答正确呢，约会就算圆满成功。如果没有回答上来的话呢，你们就要再次进入到鬼屋当中去寻找答案。好，那现在请听第一题，在你们通过轨道的时候，背景音乐放的是什么？C 小调第五交响曲，回答正确。看来两个人啊还是非常有默契的。那接下来要听第二题了啊，黑白无常，白无常的帽子上写的是什么？白无常哦，一箭生财。回答正确。最后一题，你们看到的第一个女鬼，她的指甲是什么颜色的？第一个女鬼哦，手指甲是什么颜色？绿色。回答正确。那么恭喜你们两位哈，算是顺利通过了我们今天的约会测试。那么下面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另外一对情侣的约会情况如何。谢谢啊。要不要问问他同学会的事儿？应该不会一口就回绝我了吧？哎，怎么办呀？有事？没有啊，没有。